买了一条围巾，好看吗？萧敬腾在 IG po 出一段影片，只见他戴着墨镜，围着一条名牌的蓝白色围巾，正在自拍的他，不同角度都拍了一遍，看起来非常喜欢，还问粉丝好不好看。而他也表示，其实自己还没有付款，正在犹豫要不要买下来的时候，没想到周杰伦就现身在影片的下方，霸气留言说：“哥，买给你。”一看到周董豪爽说要买单，萧敬腾也没有再客气，立马就 po 出了结账的影片。影片中只见到三张的发票，合计就将近了30万元。老萧还立刻标记了三次周杰伦向对方请款，还留言说：“大哥，有你真好，来，请收件。”眼看对方没有回应，他还调皮的 tag 周董8次，并表示：“哥，不要假装没有看到这一则哦，我现在很会 tag 的。”两人一来一往的互动，瞬间笑翻了一票网友。